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老公最爱吃的东西，当当当当，鸡爪子。那么开始吧。第一步用冷水清洗，放上姜片，煮10分钟，还有料酒。姜片和料酒，10分钟。加白醋、酱油，酱油多放一些，蒜泥、小米椒，我买不到中国的小米椒，用的墨西哥辣椒，酸酸甜甜的那种，然后香油、白糖。加上柠檬片、秘制酱汁儿，然后把鸡爪子冰一下，剪掉指甲，就可以等到第二天就可以吃啦。